家庭是客们大家好，这里是为您传达天一国充满希望之消息的校情全球新闻。以天一国安卓胜利奉献了2020愿景，在不知不觉间2020年已过去了一半，进入七月份。本周校情全球新闻将回顾今年前半年的路程，分享迈向神统一世界的希望前进2027的愿景特辑影片，并传达真父母动态和天一国充满希望的消息。真父母通过为了天女人类的天宙性迦南七年路程宣布天父母太初的梦想，也是人类愿望的天一国安卓之日。严酷对待圣体，通过数十次世界巡回，实现七个以上国家复归及七个宗团以上的宗教团体复归。在大陆复归胜利的基础上举行的天地人真父母圣诞100周年及天宙圣婚6周年纪念活动，以171个国家120多名前线人首脑为中心，7000多名各界指导者填满现场，这是前所未有的祝圣场面。为了天父母最终的设立完成，第60届天父母之日的2027年，阐明要奉献神天宙开门之日的真父母，触发了第二次天一国安卓的天宙性七年路程。在天父母之下整备使人类合一的组织，开启天父母盛会时代。한사람도이땅에살고있는백성들이하늘부모님을몰라서는안됩니다참부모를몰라서는안됩니다그러기때문에나는모든정계종교계재계사상계할것없이모든사람들이하나로한깃발아래모일수있는하늘부모님성회로발표합니다因此以天父母盛会之名向2027愿景胜利前进的各区域以及各教会单位进行出征礼拜的天一国指导者和主家庭，在天父母和真父母面前宣誓将完成神统一世界安卓的盛宴，出发了崭新的七年。2020年下半年，天父母盛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会开始了新的挑战。为了神统一世界的安卓，希望前进2027，线上希望前进大会。天宙和平联会的六个轴心：世界和平首脑联会、世界和平国会议员联会、宗教人和经纪人、学术人、媒体人联合会。各行各业的顶尖领袖，以及190个国家、100万世界人共同打造的神统一世界的模式，将开启神统一韩国时代。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导致的边境封锁和隔离的时代，天父母的真爱超越时间与空间、语言与文化的界限，将照亮神统一世界的希望。为了迈向神统一世界安卓的线上希望前进大会的胜利，请各位祝家庭多多支持。万物繁殖的孝情天愿的夏天，今年6月，真父母在2020年所剩的7个月里，以生死决断全力以赴取得了胜利。嘱咐要营造出天父母能动工的七年路程，给在世界各地宣教而劳苦的石口们分享饱含爱的温暖的一顿饭的心情。邀请出席者和天一国工作者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午宴。
由世界本部长尹英浩主持，韩国 UPF 议长文彦儿的恩惠报告和世界和平妇女会世界会长文勋书的胜利呼喊之后的午餐场面，与会者们参加与曾父母之间的姻缘，决议以对天的孝情照亮世界，高唱着蕴含热烈觉悟和决心的心情之歌，一起度过了河东的时光。感受着参加者的决心，喜悦地歌颂着天父母之下一大家庭之梦想的曾父母。天国指导者们为了天父母最初的愿望能在这地上永远展开的神统一世界，决心要喜悦地继续前进。当天下午，在曾父母的关心和爱当中，孝亲韩院屋举行了上梁仪式，建造于孝亲天咒修炼院内，在北汉江边奠定的韩院屋是韩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韩屋建筑，预计建造成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共123平的规模。通过韩国的风味和味道，这里将被营造成可以治愈心与体的空间。科迈隆 UPF 在科迈隆国会举行了多边主义强化和议会合作的会议。科迈隆国会副议长和参议院副议长、国会议员和教授等200多名 VIP 出席会议，聆听 UPF 指导者和教授等8名专家发表演讲的参加者们承认，战争与矛盾、贫困的核心原因是无知和利己主义，一致认为有必要为全体国民进行和平价值教育等。通过当天的联合，有40多名国会议员完成了世界和平国会议员联会的正式会员登记。刚果 UPF 以在神非洲实现神刚果为主题进行了和平大使教育，被将纷争与矛盾转化为和平与和解的曾父母的和平愿景及实践感化的国会议员和经纪人、宗教指导者、警察、公务员等30多名和平大使们，决议以天咒和平联会的主人姿态，积极参与各界各领域的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刚果世界和平妇女会与保健部一起开展了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民救灾活动，以母亲之心情支援矿泉水和口罩，为高危险患者展开捐血运动的刚果妇女会的活动通过国营广播被报道，向地区社会传播了善的影响力。马来西亚 UPF 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和平大使委员会的合作，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启动了18个光之社团志工计划，正在加紧进行救灾支援活动，为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基础生活供需困难的弱势群体进行募捐活动等，向1097个家庭提供食品和卫生用品的马来西亚 UPF 与各地方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扩大网络，正在扩散真爱的实践活动。神亚洲太平洋地区大洋洲 UPF 进行了世界和平宗教人联会网络研讨会，在尼泊尔、泰国、澳洲、纽西兰、斐济等9个国家参加的76名佛教、回教、基督教、印度教代表共享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道德观点和灵性观点的分析，一致认同应该抛弃利己主义，为邻居开启爱的时间长。
在民国基督教圣职者协议会 KCRC 主管的为世界和平和神统一韩国的超宗教周四祈祷会，在遵守政府的防疫方针下进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全球混乱的此刻，20多名超宗教圣职者感谢在天面前能献上恳切的赞扬与流泪的祈祷，为了因神的全能和神灵的施工治愈并复兴的神统一世界，献上了恳切的祷告。中非世界和平青年学生联会举行了迈向神统一世界的青年指导者视讯会议，共享胜利2027愿景青年战略计划的参加者们决议通过促进孝亲人格教育、和平设计师计划和志工计划等，为富贵地区社会青年学生基盘，以喜悦的心情前进。天地人真父母主管天一国特别世界巡回师研讨会在 HJ 天咒天宝修炼院举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间的移动变得不自由，不可避免要进行非面对活动的此刻，天一国特别世界巡回师确认了真父母队内准备的网络广播放送机盘，看到了通过视讯讲义的线上世界巡回的希望，触发了线上世界巡回的准备。父母自传出版纪念会在神全罗国丽水举行，湖南地区330多名女性指导者出席，有神韩国第四地区世界和平妇女会主管、第四地区家庭联会赞助召开的纪念会现场，代读国会议员贺电后致纪念词的妇女会世界会长文勋书嘱咐，在各自的人生领域成为和平之母的女性指导者，参加朗读自传和心情文化公演舞台的330多名女性指导者们决议向湖南地区见证为神统一韩国和实现和平世界而献身的真母亲的生涯。亚洲太平洋地区举行了第10届父母配对交流会，本次活动通过网络进行，不仅有来自亚太地区的10多个国家，还有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刚果共和国等20多个国家的250多名父母参加，聆听140多名候选人介绍的参加者们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现场，发现了继承祝福婚姻传统的希望。真母亲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饱受苦难的非洲地区石口支援了$500,000，发生10,000多名确诊病例的科特迪瓦向全体住家庭提供了大米和食用油。全国16个教会一起度过分享时光的住家庭石口们，希望成为见证天母真爱的愿望的实体。从天父母与真父母所继承的真爱，才能打破人类历史上长久横亘的障壁。祈愿成为通过时间真爱来照亮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封锁和隔离时代的世界住家庭石口。本周孝情全球新闻到此结束，今天也感谢大家的一同陪伴。